我又被我妈催着找对象了，这个点去哪儿找对象啊？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。你可以给我介绍对象？你俩聊上了吗？我爸妈总催我找对象。他在暗示你，回他。真巧，你也有爸妈。单身有什么可？不就是被骂？还有一个办法让你立即拥有对象。什么办法？打开多闪 APP， 点击消息，选择好友视频通话，选择装饰道具。你看我看你。阿姨你好，我是阿赫的女朋友，有空和阿赫一起回去。臭小子，是不是我还想不完？我手吧，他还没老娘哟，这还是你干的？看你出的好主意。让阿浩尝尝我特制的可乐。阿浩喝可乐。没反应。阿浩不会被我整傻了吧？看看什么东西这么好玩。好甜、啊、我终于能摆脱单身狗的身份，感谢老天爷、啊、哎呀，才知道的腹地开是谁、啊、接着骂我。嘿嘿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、哎、因为过年太舒坦，以至于忘了我还要一张考砸了的成绩单、啊吃的。站住，我去给你拿。能就给你好了。这样把你私藏的零食都拿过来了，是不过期了？厨房不太安全，得重新找个地方。阿浩、啊啊、你脚下有老鼠、啊啊啊、放那里应该是没问题了。猜猜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。当还有什么？幼儿园，你会怎么样？我的成绩单。从今天起，不要出门上课。谁让你出门？我是说让你在高途课堂上好好复习以前的知识。高途课堂不要出门？这也是在线直播课，语数物外加起来才36个字，还是清北毕业名师授课。这么厉害？可不是嘛，不仅有重难点解析，还有解题技巧和提分技巧。看来我的成绩有救了。那我现在就给你报名啊。现在报名就送全套奖励礼包。好好学啊。那我学了你就不会告诉宇阳舅舅成绩的事？放心，我是不会把你物理只考了59分的事实告诉他的、对吧宇阳？好好复习，完了我重唱。阿浩你暗度陈仓，无想象，成扑捏造。我回来了，阿浩，你去把窗户消消毒吧。OK， 没问题。谁呀、啊？我回来了。你是阿浩？那刚刚那个是谁？别怕，刚刚那个也是我从二楼掉下去。多说，我这边是小雨。阿浩果然是查不死的小强。阿浩舅舅，你吃吗？吃。咦，竟然不吃？怎么没了？看你还装到什么时候？看我拍下证据！这情节像。